有这么个小设计，让数据线治好了我的强迫症。它只是在数据线里加了强吸力的磁铁，充完电直接一甩就能自动收缩，桌上再也不会满是线一团糟了。这种收放自如的快感是普通数据线无法想象的。没事儿，我就喜欢这么玩，几乎比普通数据线长两倍，躺在床上也能自由翻身，还很耐造，用来扛个水也不是问题。小小一个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，关键还是快充的。这价格真